我警告你啊！你要是再敢靠近李怡锦，再敢靠近苏淼珠，我饶不了你！我还会再想办法把你弄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天亮了，弟妹的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滚！你从下次再看见我，打死！ 没事吧？我带你去医院，走。我来晚了。没有，刚刚好。 那你忍着点，不消毒的话会发炎的。我待会儿就下单点那个防狼喷雾，以后随身带着，你不用担心。那管什么用啊？以后你上下班我接送你。不用，我觉得他这次肯定被你打怕了。不行，我必须走。 挺会打架的，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，我头一次看你打人这么狠。我不太会打架的，真的。上一次还是揍得了辙，但也就这两回。从小因为我爸妈的事情，有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。 为了不给我爷爷奶奶添麻烦，我遇到什么事情都憋着，都忍着。我从来都不动手的。这次是因为看到崔宝辉伤了你，我才又急又气，所以我才动手。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会动手的人。你是你，你爸是你爸，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，我明白。 周涛，周涛，我们和好吧。以前你不了解我，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你。我们错过太多次了，每次都不要再错过。 真的不介意，我的过去吗？每个人都有过去啊，只要你的过去不再影响你，就不会影响我们俩的未来。
道哥，啊，这是修东西是吗？我受伤了。啊，我先。哎，我可以走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留着，我。发微信。要坐吗？不用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来来来，问问问。哎，想问什么？你可想好了，这可是一场硬仗啊！我既然都坐着决定了，那我肯定会跟我妈坦白的。瞧瞧现在这语气，是不是跟我待一起待久了，被我传染了都？深受我的影响，变得更有底气了。嗯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。我跟谁说呀？真逗。保证不说，给你保密啊。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，我就希望你真的开心。会的。你这样的话我就好说了。我本来还有个事儿，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呢。你说说说，我怎么感觉不像什么好事呢？燕子哥，非得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。哎呦。哎呦，我这个妹妹害羞啊。没有，真烦这个。哎呦哎呦。啊。你纠结的原因是觉得你要是去了的话，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在这儿不太合适，是不是？我都想好了，这都在一栋楼，我就上下两头跑，我来回住。你也不用负担全部的房租。去啊。就追求你的幸福好吗？我让周到来住，在这儿等我呢。行啊，三姐俩可以、啊。哎呀，让我今晚在这儿睡吧，让你感受一下我最后在这儿住一晚上。哎呀，你这屋真热呀！哎，慢点啊。没事，放心。我喝不喝水啊？不用，马上就好。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那么多年，半手半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应该追你才公平，你被他处处有余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你想啊，你不是跟我说他属于那种读书都进学校没有？帮我下杯。人家是学术世家，他能一样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在读书的时候你干嘛呢？你逛街呢？你吃喝玩乐呢？然后你们俩上了同一个大学，同一个专业，现在还同一个单位，说明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啊？说明你比他聪明啊。你呀，就是太不客观了。所以你向着我，觉得我什么都好。哎，不过这种话我喜欢听，当着他姑娘可以多说点。当着我没说啥。我姐说，我这么喜欢你，你也多喜欢喜欢我呗。收到。没出息。哎，我来。没事，我可以。哎，怎么了姐？我妹有多喜欢你我知道，你肯定也知道。嗯，好好对她，你要是敢欺负她，反正你就在楼上，我随时可能会去打死你的。我记住了。你姐要打死我你还比个大拇指？慢点慢点。哎，周到，虽然我姐原谅了你啊，但我还在考察你。搬过来之后呢，不许让我姐伤心哭鼻子，听见了吗？
啊，我听见了，我这辈子都会对他好。什么？大点声！我说我这辈子都会对他好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哎，别看了，搬东西。走吧。哟，真恶心！哎。没有照顾你，照顾好自己啊！就在一栋楼，想我上去找我？哇！哎，落个东西呢呢？还有个鱼，应该快好了。干杯！鱼马上就好啊！妈，也没有什么事，就是问问你跟娜娜。明天是几点的车回来呀？哦，我们明天上午就到了。那你们别误了啊，给老爷扫墓是大事。嗯，好，回去再说吧。哎，你那个桌子上怎么还摆着酒杯呀？要跟娜娜喝酒啊？明天还要坐车呢，别喝酒，喝酒对身体不好。好，今天早点睡吧。妈，我跟周大复合了，其他回去再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阿姨原本就不喜欢我。如果她要是知道我家里的事情的话，她会更难接受我。那我也得说呀，就算他在打我，我也得告诉他实情，扛呗，没事儿。这次不管怎么样，阿姨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走的。我要跟你一起努力，让阿姨接受我。我们一起努力。但是，依姐，我想跟你说，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跟家里人闹翻，因为我知道你的家人对于你来说很重要。好暖阳落下欢笑，我爱他。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，安安心心的吃每一顿饭。好，就算有什么烦心的事情，也要等到吃完饭之后再说。天塌下来，还有我。太多过客，旅途匆忙。吃饭。你写下来，让我记得更清楚。